三月十四日下午，刘畊宏在微博晒出照片，照片中刘畊宏带妻子王婉菲正在举哑铃练肌肉，跪在仪器上蜜臀翘起，十分性感撩人。而刘畊宏则戴着鸭舌帽自拍，刘畊宏笑称自己的老婆自己练，十分有爱，粉丝大呼这身材也太好了吧。